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欢迎一位世界级的来宾，我们欢迎他登场。大家好，我是谷歌小姐。一年一度的妈妈年历周边来咯，这次有三样：妈妈手账、挂历以及桌历。手账就是写真日志本，跟去年一样，有一些清纯、全裸、健康的写真页，也有空白页可以让你写字，让你许愿，也许妈妈大神会帮你美梦成真。除此之外，还增加了新功能，名字被写进手账本上的人会变得跟阿玛一样胖。接下来是今年首度推出的大挂历，最好的方式就是放在随时会看到的地方，难过的时候看一眼，你还是会难过，但有猫看着你，你的难过就不那么孤单了。这是当然，接着是妈妈桌历，遵循去年的规格制作之外，还特地加工了圆角设计，让边缘更柔和，有如天使般的轻薄羽翼，漂漂亮亮的。我在说什么？重点是这次的封面加入了奴才手工绘制的黑白插画，让你在无聊的时候可以当做着色图做上色，如果不无聊的话，也是可以完全忽略着色这个无聊的功能哦。以上三个，即日起到9月26号的晚上6点，网络限时预购中，市面和书局都不会有窝，错过了要再等一年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